这一株是咖喱叶，就是我们会拿来煮咖喱，所有不同的咖喱都必须要用到这一个咖喱叶。对，它本身香气就很多，但其实真正咖喱的底料并不是由它而成，只是有了它之后会更加的香，然后我们在烹调的时候才会把它加入，不然就是制作其他的点心类炸物的点心就会用这个咖喱叶去磨。对啊，它本身就有味道，就你搓一搓你就会闻到满满的咖喱香气。印度人的料理会比较多用到咖喱叶的部分，因为他们的咖喱比起我们所有的咖喱味道还要更重更浓郁一点，所以会需要很多的咖喱叶去提升它的味道。对，然后再来这个是香兰叶，它本身其实如果你把叶子拿去打汁搅拌，它会有自然的绿色，对，很天然的绿色的颜色，所以看到一些娘惹的糕点都会有颜色，就是因为从这个香兰的颜色下去，然后它本身还有一个香兰的香气。然后如果说以咸食的话，我们会把它包鸡块然后拿下去炸，然后那个鸡肉就会渗透那个香兰的香气，所以吃起来会特别的香。这个是比较稀有比较难寻找啦，但很多甜点类其实现在都有在往香兰叶开始去就是延伸做一些特别的东西。来不及供应，来不及供应我们，它之前长了很多，它一直被我们剪。对，所以我们基本上这个的话我们拿来做甜品，然后如果说需要用到大量的话，我们都会跟屏东那边的就是帮我们雇一些农场的人去跟他采收更多的。然后在旁边这个是打抛叶，就是平常的打抛猪应该要有的叶子，但其实如果真正的打抛猪用打抛叶下去，它的味道不会像我们在台湾吃到的那种用九层塔的味道，它会完全不一样，它的香味是另外一个层次，所以通常我们会用九层塔然后再加一点点的打抛叶去提升它的层次。我觉得打抛就是由这个打抛叶开始的，对，因为它是由这个叶子的名字而去取的一个菜肴，所以称之为打抛猪或是打抛鸡等等的。这是我们最常用到的香料们，就是无论是搅咖喱啊、沙爹啊，还是其他各种的酱料，都会用到这一些。应该说主要是酱料的部分，然后这些都是从以前上一代就传下来的秘传酱料，所以每一个酱料里面有的东西是没有的，有的东西是都有，所以就是他们告诉我们是这个味道少了一样都不行，对，就是少了一个东西它就不对了，对啊，所以就是这些就是比较主要的原物料。我们这个就是刚刚的那个香兰叶，香兰叶刚刚说的除了做甜品之外，我们也会做咸的食物上面，像其中一个椰浆饭的酱料就会用到这个香兰叶，这也是机密啦，不过没关系，我可以分享。对，基本上就是这一些东西。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娘惹咖喱鸡。娘惹是马来西亚的一种族群，就是如果说要追溯回以前古代的话，是我们以前中国的一个公主嫁到马来亚，然后所以是华人跟马来人结合出来的一个族群，然后他们的食物跟所有美食的用法都完全不一样，对，比较多都会偏向于椰奶方面，对，所以这个咖喱鸡就是比较椰香味。就像我们马来西亚就有很多种族啊，就是会有马来人，然后华人，还有印度人、娘惹、泰国人，还有妈妈，就是也是另外一个族群。妞妞，妞妞爸爸，妞妞是指女生娘惹的部分，然后爸爸是男生的部分，所以都叫妞妞爸爸。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将娘惹咖喱鸡的这道料理所有的食材都先放下去爆香，有洋葱、香茅，然后有那个柠檬叶、咖喱叶，然后还有大蒜、辣椒，
然后通常我在做娘惹咖喱鸡的时候，在爆香这些料的时候，我会顺便也把那个鸡肉一起下去爆香。然后就可以加入我们特制的咖喱酱。我们所有的咖喱都不一样，而且所有的咖喱都用不一样的成分去搅拌它，这跟那个沙爹也不一样。好，再来就是加入椰奶，然后就可以等它慢慢的煮熟。然后我会加一点鱼露去调味，还有盐巴跟糖。应该说天气热吧，东南亚天气比较炎热，然后就会研发出一些比较开胃的东西，包括鱼露。但鱼露最多的应该就在越南跟泰国，只是因为我们马来西亚因为也有越南跟泰国，所以我们的所有的美食都会互相交错，就是都会互相学习到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娘惹咖喱鸡的颜色就会偏向这种奶奶的，对，因为我们用比较多椰奶的部分，然后可以大火给它收汁。你就可以想象我们华人的料理跟马来人的料理结合在一起，就会是新的一个火花，对啊，比较特别。好，然后咖喱鸡就好了。当地喜欢吃的咖喱就是放越久越好吃，对，很多种咖喱我们都喜欢，就是给它放久一点，就会觉得比较好吃。沙爹鸡肉串，沙爹的话是从印尼这个国家出来的一道美食，然后它是爪哇的一个摊贩研发发明出来的一道料理，只是后来因为大家都很喜欢这道料理，所以去到泰国去到马来西亚都会有不同的演变的那个样子，然后也会有不同的味道。像其实在马来西亚的话，我们的沙爹不会用这么多肉，我们中间都还会穿插那个鸡皮跟鸡油，这样吃起来就比较嫩，然后不会这么柴。但因为我们华人喜欢肉的口感多一点，所以我们会用比较好的鸡柳肉，然后把它串在一起。然后我记得我妈以前跟我说，以前他们卖沙爹就是直接架在这边，然后连烤炉也是架在身上，然后一边烤一边卖，对，然后就到处走，然后走在乡间小路就是直接叫卖，看谁要买沙爹，以前是这个样子啦。那你自己喜欢这个料理吗？喜欢。我们因为在马来西亚的沙爹啊不会这么大块，它就是比较小小的细细的，所以我们一人都会吃到10到20串。对。那你在台湾除了你自己做沙爹以外，你有吃过其他？有啊，好吃的口味。哦，好吃的是没有。不是啦，因为是真的没有，所以我们都会很期待回去马来西亚的时候，就一直吃很多很当地的小时候记忆中的美食。撒样，撒样是亲爱的意思，对，马来文，对，就通常我们在马来西亚会称呼爱人或是小孩或是兄弟姐妹，我们都会称为撒样，就是你是我亲爱的意思。然后同时它也可以代表着对美食的热情热爱，就是热爱这一件事情，你很珍惜的一个东西都可以称为撒样，所以我想把它命名为撒样，就是这个出发点。
有些客人会让我真的蛮感动的，他们就会说，他们会很好奇这家店的名字，然后这个为什么会想做这个马来西亚料理，因为我们的料理确实跟在市面上看到的马来西亚料理完全不一样，我们把我们对马来西亚料理所有的认知都带过来，而且应该说我们是蛮愿意分享所有事情的，就你只要问我们你想知道的，我们都会跟你说，你想要知道怎么煮，我们是没有秘密的，就是完全就是会分享给你们，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最初的中心吧，因为我觉得料理就是要让别人可以感受到你感受的，就是我们想要让台湾人或是在这里工作的马来西亚人可以感受到当下我们在马来西亚吃这道料理的那个心情、那个感觉，甚至那个气味或是回忆，为什么喜欢台湾哦？因为当初会来台湾念书，其实蛮有趣的。就本来想说我要去大陆念书，还是来台湾念书，然后就找师傅，就是以前算名字的师傅算一下，他就说台湾适合你。他可能觉得大陆就是说就是很那个生活模式跟那个思维不适合我那么自由的人。对，然后可是在这边生活其实也非常习惯，因为像是如果追溯到整个历史脉络来讲的话，我们就是马来西亚的华文读中的整个系统，以前老一辈的老师很多很多都是台湾留学回去，所以一些习惯的语言或者什么东西，都是让我们跟台湾密切非常非常深。但是我的叔叔跟婶婶他们住在新北，所以每年过年都会回去，然后多多少少有一些交流这样子，所以那个跟台湾的情感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一开始一到台，我觉得台湾空气好好，就是觉得那种呼吸进来的时候的空气跟马来西亚不，因为马来西亚吸进去的空气会觉得很热，因为太热。可是因为刚好我来的时间都是属于秋天的那一种，我就觉得哦很凉快很爽。然后一方面是我刚到的时候看到你们高中的制服，我觉得好漂亮，因为我们那边的超丑，就是不是很超丑，就是。没有像你们的那么好看，偶像剧的感觉。对对对，然后我们就是我记得我来的时候跟舞团来交流的第一站是到文化大学，那我一踏进去就看到很多男生在打篮球，就是很像流星花园那种感觉，超像。然后我那时候心，因为我那时候才十，好像才13岁。然后我心里想说，哇，就是真的很像偶像剧里面那种大学生活。我想说，我很想来台湾念书。台湾比较多元化，而且我觉得台湾像我身边的朋友可以接受的信息很广，你什么话题啊，任何内容他们都可以去接纳。然后所以这是我非常很喜欢，然后大学毕业以后也想留在台湾工作的一个地方。在这边工作真的超好咋样招工读生的意思吧，现在搞得好像我有贿赂因为我也在这边认识到了我觉得真的可以相处很好的朋友，除了他不是他本来就是是他带我，就是介绍我来沙漾上班的。怎么开始的应该说就是自从我发现我会很想念台湾这个地方之后，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想要来台湾看看，就是看这是不是我想要的家的感觉。然后因为我们家在马来西亚开20几年的餐厅了，然后是台菜，对然后来到台湾就是变成开马来西亚餐厅。为什么来到台湾呢？我以前在这边念大学，对，然后因为我爸是台湾人，然后妈妈是马来西亚人，他们在新加坡相遇，因为我爸是航海的，然后他们刚好那个停在岸口，然后我爸就看到我妈，
然后他们就这样子就相遇了，他就跟我妈要联络方式啊，就是以前好像是打电话吧，打电话还是写信这样子。小时候很常听我妈说起我爸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我想要来台湾看一下我爸成长的环境，台湾是什么个样子。然后后来发现我真的很喜欢这里，决定把这边当成我家的感觉。嗯，味道，台湾有一种味道，对，就是不管去哪一个地方，但我都不会记得那个味道。可是我在国外的时候，我就会一直记得台湾的某一种味道，应该说是台湾公寓的味道。嗯，就是台湾公寓里面才会有的一种味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但那时候就是在国外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这个味道。然后那时候人生也还在迷茫当中，一直想说自己要去哪里。然后当我想起这个味道的时候，我就想说好，那我就来台湾看看。然后一来就没有再回去了。对啊，对啊，就是那个台湾的味道。嗯，应该是说那时候我妈才刚怀孕我，然后快生的时候，我爸就要离开了，就是快撑不了了。但他就是一直想要撑到看我出世的样子，然后他就撑到我刚出来大概一个星期后吧，然后他就离开。然后在那之前，他就有跟我妈说，他觉得马来西亚很不错，他就觉得说我妈应该要。我妈厨艺也很好，她就说我妈应该要就是在马来西亚开一个台菜餐厅，因为那个在马来西亚有很多台商，很多的台商会去那边设立公司吧。然后刚好在那一区，我爸就觉得我妈可以就是靠这个，然后把我养大这样子。对啊，对，在那之前其实我妈也差不多的啦，她觉得累了，然后就说她想退休。我就说好啊，他就说反正我看我想做什么，然后如果我需要他的帮忙，他就会帮我这样子。我就跟他说，我好像可以开一个小餐厅，对，因为我对这也蛮有兴趣的，对餐饮业，然后喜欢服务吧，然后喜欢煮东西，然后同时也喜欢就是调酒这方面，就是饮料的部分。然后我妈就说，那她可以帮我在厨房的部分、料理的部分，教会我一些马来西亚的食物。对，她很好学，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点，就是她像你刚刚说的，她想要吃到什么东西，她就一定会想尽办法去创作出来。对，就算是没有吃过的东西，可能小时候曾经吃过，但已经不再记得是什么，她都会想办法去把它生出来，就是蛮厉害的。而且他不管年纪到什么时候，他都很愿意去尝试各种不同的味道，就不会因为说只喜欢吃什么就只吃什么，他什么都可以尝试。他现在回去，他本来要回去帮我们拿更多的原物料，因为我们通常都会回去拿料，然后或是去看一下有什么新的东西，因为马来西亚有太多的料理，永远都学不完，不同的种族就已经有好多，所以他每次回去他都会想学一样东西啊。但这次就是没这么快回来。对啊，我可以跟他打个招呼吗？可以啊，我打电话视讯他。喂，这么你的镜头是黑白的啊？OK， 诶，是什么？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很久了。哎呀，我要怎么去弄把它做得有颜色？就行了，行了。哦，有了。妈，这是导演。你怎么关掉镜头？Sorry。
要去哪？等等。啊，有了有了，嘿。你要介绍自己吗？好，请说。好 ，OK， 我是一个台湾媳妇，我大概40年前嫁到台湾来，在没有到台湾之前，我好像是都是幼教工作的园长哈，我自己办了3-4所幼教，所以这之前我都在教育小孩，那后来嫁到台湾去，那我就跟我先生是一个船长。所以我们就用十年的时间都在海上，回来可能一两个星期甚至一两个月，然后再上船去，世界各国都差不多都跑遍了。为什么会回到做这个餐饮的行业？那时候先生生病了，所以就回到马来西亚来，看看有没有什么秘方。那个时候台湾应该是1980年，90年吧，90年代，那个年代应该医学大家都不是很发达，所以它有了肝硬化，所以我们回到马来西亚说找找看有没有什么草药，所以他很不幸的也是在马来西亚走了，就跑船航行世界各国，就永远不回来了。那我就小朋友那时候只有2个月大，所以我就在台湾就在马来西亚跟家人有一个是5星级厨师，所以就把家人召集起来，就开了餐馆在马来西亚，这样一开就23年。23年后，我小朋友就是我们的小老板就是 Wendy， 他已经23岁了，所以这期间就到了台湾念书。他毕业后他也走了好几个国家，觉得还是要回来台湾，所以我才会在这个退休的年龄就想说我到台湾去帮他的忙，让他再开阔一个新天地，就这样子。听说你都会回马来西亚带很多当地的原物料还有就是新的料理回来台湾是吗？对对对，每一趟回来都会带1-2道比较特殊的，就看台湾人能不能接受的程度。像也有会带泰式的，还有我们本土的娘惹啊。这糕点的话还没有真的大量的在发展，我相信只要是娘惹糕点，台湾人的接受度还蛮高的。那是厨房太小而限制于时间还有工作，那现在我们小老板 Randy 他能够接手的话，那我可能会在酱料方面跟那个糕点还做那种户外的那个gathering buffet， 所以我打算走从这方面去发展，这样让大家除了马来西亚人还有台湾人都能享受马来西亚不同的风味，在那个饮食方面。好，我们期待你回来哦，希望下次可以见到面。谢谢你。我也很希望，可是现在我们就有一点困扰。可是下次见这段时间，我就会把这个时间用在这个食谱方面，会用更多的心思。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做更深的研究。好的，谢谢你。好，谢谢你。拜拜。加油啊！好，圆，好 ，OK， 好。你平常会讲电话吗？会啊，每天吗？嗯，就是讲店里的事吗？对。所以他平常也会来帮我每天。之前吗？对啊。是吗？嗯。所以他是个很不能放心的人，就是你知道，家长都是这个样子。他刚说的很放心。我有尽量让他放心啦，我觉得他是时候该放心，放手放心，不然他自己抓得很紧，自己也很累。对啊，对啊。所以这是你说开店4年左右。对啊，我一开始是要他来，就是帮忙看头看尾，但最后变成就是他自己就是离不开，工作狂。
小时候在马来西亚长大，然后长大后决定在台湾。但如果说要，如果说更贴近自己生活形态的话，会是台湾比较贴近自己一点。嗯，马来西亚的话，回去我还是会蛮想念的，就回去后也是会想念，哎，当下的那个气候、那个湿度、那个体感，很怀念。就是两边其实都很爱，对，但比较想要在台湾发扬马来西亚美食的文化。嗯。